我们见到这个现场的媒体朋友可以来拍个照哦，帅气！这个舞蹈你看，结合了不同世代哦。除了这个谢家健、嘉义元在 C 位之外，我们有年轻世代的朋友，我们有幼幼世代的小朋友，还有呢非常优雅的成熟世代也来这边喽。三种不同的族群呢，一起共襄盛举。扫进2021就是 easy， 来看一下正前方，大家带着你们的笑容。然后来举手的那位朋友，正前方再定格看一下下，好 ，OK 啦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议员，尖叫声，看到歌手都是要这样，真的耶，你很虚荣哎，好了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嘉议员，然后媒体朋友们大家辛苦了，谢谢，然后还有观众们、粉丝朋友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。嘉义元，新年快乐！本来这个2021看到你这样精神抖擞，哎，是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刚刚在现场看你这种真人版的唱跳，我觉得帅耶，谢谢，而且感觉就是很有活力，很有朝气，必须要，必须要、挑战2021嘛、那我们其实这广告也是希望带出来的 message 就是我们要挑战2021，一定要到屈臣氏，这样就对了、不管是健康或者美丽，然后屈臣氏都是我们的 support， 然后去屈臣氏呢，一定可以 save my money。Yeah， that's right， 刚刚那个舞蹈手是这样。对。就是那个打炮。对 ，money。哦，所以你刚刚我觉得。看到你这个现场真人版的舞蹈，我真的觉得你很棒哎！是是是。在我各位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即将播出的这个屈臣氏电视广告里面，嘉健你挑战了饶舌，饶舌舞蹈，舞蹈对。然后我听说这 MV 的导演是张石林导演，对，他大有来头哦，各位，我特别去这个 Google 他，好荣幸啊！对啊，他是这个圈内厉害的大咖级导演，对，然后竟然、对，然后阿妹啊。阿丽啊，周杰伦都是他的客户。我现在也是。对，然后他也拍了很多厉害好看的商业广告，而且拍过电影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嘉健，当你碰到了这个张石林导演，他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吗？其实啊，其实要唱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又要饶舌又要记忆，真的我从来没有试过、我好紧张。然后在拍 MV 的时候，导演就说。你什么都不要理，就要耍帅，记得耍帅。那我想说，耍帅，我要记这么多东西，怎么耍帅？所以我常常会吐槽。吐槽，导演说，再来，没关系，耍帅，耍帅。就是功课算蛮多的啦，因为要记舞步、记歌词、饶舌、rap 在节奏上，然后你还要记得帅。是。但你自己觉得刚刚即将曝光的广告，你自己觉得表现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现场怎么样？有帅吗？有帅吗？有，大家齐声呐喊说，很热情哎，是，所以嘉健，我觉得你是一个被演技耽误的饶舌歌手哎，不敢当，我觉得玩玩啦，尝试一下，真的吗？没有考虑一下就地出道吗？就地出道啦，现在吗？对啊，直接此刻宣布，这就是我的单曲啊。这么经典，就是挑战2021，就是我的单曲哦，30秒哦，对，精简然后有力。那我其实要说谢谢屈臣氏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然后让我在不同的领域做不同的事情，挑战自己，然后也带出很多不一样的 message 给大家看到。其实我真的很满足、但说真的，这个2021在这个屈臣氏的帮忙之下，嘉义元就多了一个唱跳歌手头衔了，正式了30秒的这个 credit。但是有没有考虑说，真的是做一些不一样的，知道跳走出舒适圈啊？走出舒适圈啊，这是我一直挑战的事情啊，但能不能做到还是得靠很多的外在的力量去帮助我，比如说屈臣氏这样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把我往外推这样，唱跳可以的，试试看这样子，可以啊，所以我及格哈、
那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看我的 MV 首播。哎呦，好，直接那个啦，无限的那个一直 repeat 反复的看。哎，所以相信你今年会留在台湾过年。没错，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回去了。是是是，所以我想问问你自己，平常以前小时候到现在长大过年啊，有没有一定要做什么样的准备？或者说马来西亚跟台湾，因为华人都蛮多的关系，有没有一些同样的地方或是不一样的地方？其实大概它差不多都一样，因为我们过年前就一定要买很多的年货啊，然后送礼的礼品啊，其实这些都是大大小小都是要去准备的，要张罗一下，张罗一下祭拜祖先啊，年夜饭、走春之类的，然后送礼给朋友啊，不可能两手空空去拜礼，不礼貌。那你自己呢，会有什么样的仪式吗？我吗？我一定要去朝拜一下。哦，朝拜。对。要去朝拜一下，去买所有家里应该用的日常用品啊，衣服啊，内裤啊，全都要换新。哦，是哦，全新。所以你过年会穿新的，由里到外。对，一定要，而且要红色。哎呦，加上牌桌，上牌桌就一定让你发发发。一定要赢。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哎，所以我觉得屈臣氏真的蛮厉害的，因为我刚刚提到过他的这个 app。是手机人手机嘛，随时下单很容易。现在 Uber Eats 都可以买了。对， Uber Eats 里面竟然有那个屈臣氏的商店，大家可以下单。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啊、哦，一定要。都下单买起来啦。然后有些人可能说，哎，可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实体门市买的感觉。也可以直接去屈臣氏的门市去购。哦，还有扫码购啦，所以真的是很方便。有谁知道啊？周末买的时候优惠更多，大家都知道吼。周末点数加配送，对，就我觉得很棒。是过年刚刚提到的走春的礼盒啦，然后呢自己由里到外要焕然一新嘛，买衣服啊，然后保养啊，美妆啊，民生用品，在这个屈臣氏很多买一送一，应有尽有。因为只要这个2月24号之前，大家买起来就对，狂拜起来就对，朝拜起来就对了啦。是，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你知道我们这今天有一个好玩的宝贝吗？黑啊黑啊，扎啊不是。直角，对，直角。我想说这个是不会念对不对？对，口语是直角，台语是寡龟啦。然后呢，之前在你到来之前已经有做了一个预赛，嗯，有几个选手他们今天这个带着好的成绩要脱颖而出，要来争取决赛的冠军。冠军可以获得的是10000块耶。对，而且这个是经过加持的哦。加持去行罗，等下去加持的。对呀，五行罗这样，你给你过那个啦，过年一定要去行罗这样，让求求那个财神爷这样。嘿，所以新的一年不啰嗦，可能这个在嘉义员的帮忙之下，就可能可以直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发财金。没错。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示范嘛。嗯。示范赛，来来人啦，来，你麦克风先交给我，我们来，哎，对对对，这里多爱飞啦，哎呦哎，很沉重哦。好 ，OK， 来嘉倩，那个放大版的那个醒龟啦，哈，等一下就是要来请我们的参赛选手们呢，来好好的，用这个爪龟，看你能够掷出几个醒龟。啊，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示范赛，阿光会出几个简单的问题，麻烦呢嘉倩帮我们爪一下龟，看看神明如何开示。好，所以呢，新年期间呢，或是新年之前啦，大家这个屈臣氏给他朝拜起来就对了。好，右手边看一下下，我是不是要退下来？好，等一下呢，会有这个三位的选手要在这个嘉倩的这个见证之下呢，来争夺我们第一届无差别直角大赛的冠军。好，正前方看一下下，哦。我觉得嘉倩今天感觉气场蛮强，应该可以没有意外的、没有悬念的掷出很多的醒龟啦。好 ，OK 吗？可以，嘉倩吗？有哦。好，那等一下你就要准备喽。我要出几个问题，让你我等于说我来问，然后你帮我们这个请示一下神明。好，第一题，请台版巴菲特上升上升上升。第一题，请问神明啊，台股有没有可能破20000节？谢谢嘉倩，请寡龟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啊，请龟请龟，对，好，心仪要来再问一下哦，请嘉倩帮我们寡龟。2021年下半年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出国吗？请寡龟。有第三题，谢嘉健，我们的嘉义员，请问他有可能出来选总统吗？强
肉肌肉肌肉肌肉，问是问是，酸中痛酸中痛选总统。开始那个幕僚了，哎，那像你如果真的当选的话，麻烦是我尝我口看看是啊。对对对，现场大家都有份。哦，真的吗？哇，所以我们这个2024就有机会了喽。是是是。哦，现在先募资啦，团队先组起来。没有啦，其实我在屈臣氏当嘉义员，其实我真的很开心的。是哦。对。所以呢，这个在屈臣氏嘉义员任期做好做满，无限连任啊。对 对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是那个看看有没有机会啦。也许看看神明的预言能不能成真。好。所以呢，刚刚嘉靖带来是一个完美的示范。嗯。那接下来我们。下个礼拜2月10号就要过年了，很快啊。对啊，很快。要不要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早年呢？对，一定要在这里先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扭转乾坤，然后新年快乐，大家一起发大财，一起发大财，对，然后朝拜起来，对，然后身体一定要注意健康。身体注意健康，谢谢我们最帅气的嘉义员，谢谢大家，跟大家说再见，还有跟屈臣氏脸书直播那一个手机，好，粉丝朋友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所以呢，嘉义员，真的，我就期待你出来选总统哦，好，真的是，好，所以呢，嘉姐，今天感谢你的出席跟到来，继续展现最帅气的舞姿，期待带来更多优秀精彩的作品，我也期待，谢谢嘉义员，那我们让这个谢嘉先，来这边。这边要开一点啊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来这里，谢谢。也在这边一下哦。你干嘛要黏我？